Hello，大家好啊，今天是4月1号啊，是星期四啊。那今天呢，天气看起来算是阴天啊，太阳躲着没出来。那早上有下了一点点的小雨啊，土地上是还蛮湿润的啊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还是要去巡视看看我们的农场，因为。最近种了很多植物嘛，那总要去欣赏一下。尤其昨天，南瓜有帮它授粉，那当然更需要去看看，南瓜授粉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去逛逛我们家的农场吧。哦，追踪了将近1个月的家宝果，那终于发现。它长出了一颗一颗的果实，虽然没有预期想象的如此之多，但这也是我自己种了家宝果呢，第一年看到它开花，到结果，那这个过程，虽然蛮艰辛的，历经了一次开花，无果的状态，到这一次呢，真的开了花。还结出果实来，那有几颗黑黑的果实呢？我等一下摘下来，我给你主去品尝去了。你主说还不错，那这些可能是第一批长出来的，成熟的果实，那也是很值得期待的。反正就是感觉蛮稀奇、蛮怪的，蛮好玩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就来把黑色的果实给摘下来喽。